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，后座乘客突然大力开门，后方骑士闪避不及，车上祖孙三人连人带车往前滑行，后方白色休旅车来不及反应，直直碾过机车骑士陈姓女子与乘客庄姓媳妇。事发9月2号，新竹县湖口乡中山路三段，当时黑色轿车上的越南籍阮姓乘客未遵守两段式开门，导致行进中的机车不慎撞上。骑士陈老夫人目前加护病房救治，媳妇则因骨盆腔碎裂还在住院，孙女则是受到轻伤。据了解，当时阮姓乘客因为车资与白牌司机谈不拢，就直接下车要离开，不料造成意外，竟还当场逃逸。警方获报发现，肇逃男子是一名失联移工，迅速调阅监视器锁定阮姓犯嫌，并在其租屋处将其查获。目前阮姓犯嫌已由移民署专勤队收容，并涉嫌过失伤害罪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。事发当天，警方在移工租屋处埋伏，待移工外出时一举查获。阮姓嫌犯猛然开车门，害得机车三人无一幸免，酿成意外，还拔腿就跑。还好行车记录器拍下一切，想赖也赖不掉。三立新闻张浩义、张俊伟新竹报道。